恭喜恭喜！反正雪刚晚上户外刚开缸之后，哦，消菌要开始加了，哦，也是一样用那个高浓度的，哦，安良的消化菌，哦，先一样摇一摇，哦，有哎，这里底有那沉淀物啊呢，哦，现在就可以上了啊，可以上之后，我们大概，哦，要加一些，哦，鲸鱼藻，这是什么在？这算什么水草别提啊？可以开始加入户外缸了。啊，这个先拿起来啊！哦，灰熊鸡大长，这个在长很快，而且这一种不用金的啊。这不啊，等一下把它冲一冲哦。漂亮的水草，拿一些出来。哦，留一些。有一些在里面，这样就够了。行，来，好。啊，然后这边也非常多，中间这个比较黑，这个我们就不要了。哦，这个树叶，这个很像那个碰气尾巴的，啊，这个我们就可以拿出去外面种了，品相比较好的，哦，自己繁殖水草。赞哦！外出了，水草夹准备，先出来户外。哦，这里这个先不要种，因为这个要后来要铺黑土啊、哦。然后这边消化菌可以先加。哦，剩下的部分加水。哦，这个我们把它水草洗一洗，才袂来得太青，瞬间洗干净。哦，瞬间哦，这样把它外面哈、哦、冲洗干净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准备下缸了。走了，哦，来开始。哦，我们这个就是把它挑哦比较漂亮的，有这个前面那个碰漆那个头的这样，长度可能我们就把它剪短一下，慢点。它这个正常是丢进去就好了，但是白杨雪想把它剪起来较专业。嗯，啊，伤浅，还好，瞬间先整理好，夹起来，种进去，再来，决定这样全部用手比较快，种好了，真的比较快，瞬间全部种进去，好，种好了，哦，我个精啊，阿姨不然那个再长会很快，啊，这个就到另外一个缸，哦，这个就到这边就好了，啊，接下来我这里。哦，随便丢进去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哦，啊，过一阵子就可以放鱼了。谢谢收看。